好像过年过节他们要送的。我住410，我现在临时订了一家，车开过来就1公里远，叫做 Howard Johnson。哇，好原始，先把门锁掉。明天还有免费的早餐，哇，可以耶！感觉虽然看起来旧旧的，但还行。给大家 room tour 一下，和这个 hotel 比较有缘，因为这也是临时订的嘛。我刚上飞机后之后订的。哇，我觉得还不错耶，整个感觉还行。Hello， 早上好，现在已经稍微衣服穿一穿，然后打算先去吃早餐了。这是早餐券，早餐券。早上起来我的航班明天飞那个瓦哈卡的又被取消了，我临时又再买了一张，超贵的，我的天！大家要小心一点，我觉得好像是太早的航班，因为我是其实是8点而已就被取消了，可能是没有满座吧。我打算不坐电梯，感觉这边走楼梯也蛮好看的。我住的地方是4楼，感觉这边说起来像 hotel 更像是一个 community。 我已经闻到早餐和洗发水的味道了。天气很好，先试一气。这是 chila，OK， fruit and syrup， OK。果汁超甜无比，咖啡味超级淡。这个我无能，这个还行，无功无过。准备一下今天行程出去了。哇，我能说天气好好吗？这句话叫来都来了，我就觉得这好漂亮啊，妈呀，有好多都可以拍照的，很出片呢。哇，超大的
仙人掌，然后我发现它这里都是有不同的植被的，就是每个区都不太一样。这里我真的强烈大家可以来玩一下，真的非常漂亮。我想到那边看一看，然后再去教堂，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出片。妈呀，这也太美了！这里，这里是 Toluca 的市中心，这里应该是 Cathedral 还是啥的，好漂亮。阿米萨就在那个哈丁的旁边。哇，这也太美了，好漂亮啊。前门是敞开的，前后门。这里应该就是所谓的宪法广场。周围都很漂亮，国旗。啊，这是一个教堂，你进去看一看。先过来买一瓶水，先好口渴。这是他们的饼，哇，都是苍蝇和蜜蜂。擦鞋给他。到处都是警察。哇，好多甜的呀！来的时候恰逢快圣诞了。这些也太甜了，看看，要不我们尝试一下。满满的卡路里，好像过年过节他们要送的。这看着是辣辣的，我都不知道买啥好了，太多了。You don't need the spices, or you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more sweet? Yeah, sweet. This is more like coconut. Yeah. Oh, okay. Really spicy. See. And these ones are for some more spicy. Oh, okay. These ones.Spicy. For example, this is a marshmallow. With marshmallow. Uh-huh. This one. Uh-huh. Yeah. A chocolate.Okay. Coconut and for some a little bit of chocolate. For how long can I keep this? It has a long time. Only don't put where the sun. Oh, sun under sun. Like this one. Okay. What about that one? And this is also.Okay. 这里也是大甩卖，大家大甩卖的都是差不多的。有人能告诉我这个是啥吗？这个，哇，好漂亮！这里有好多涂鸦。啊，这个写着女人街哦。我要进去看看。
沙的。啊，结婚用的，打扰了，上楼看看吧。哇，这是商场吗？这商场好有意思啊。墨西哥人玩的。哇，那边的房子好好看，我先去这个便利店买瓶水。墨西哥街头小吃特别特别多，好多选择，街头坐着吃东西好欢乐。推荐大家看到这些烤鸡试试看，真的很好吃。后来决定不往前走了，人变得越来越少了。蔬菜摊看着非常新鲜。非常推荐大家来特鲁卡玩一到二天，这里气氛很舒服。我们墨西哥城见啦！